一六五零准备。好，呢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都平排嘅，中间位置咧有海南花嚟着意抢嘅，响入边金碧阳光啦。咁啊，再见到埋边位置咧就是、回香更好，内栏第四位啊，大家赢中间第五位，准备就上外边做个金银花噶。再后边啦，大约喺呢个第七位咧就是、浅紫色衫嘅色福啦，内栏进攻足球啦，我响外边咧带咗个紫色浮罩龙腾虎阵，尾三中间咧仲见到炮轩神驹，尾二中环英雄缩住嚟跑。包咗落尾咧，都系要缩噶啦。十二档咧就嗰只好旺财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千二米段处咯，前面海南花嚟带咧，跟住第二位金碧阳光啦。咁啊，再见到外边第三位就金银花。咁啊，外边第四位咧，仲见到中间位置有准备就水啦。出边咧见到望空咗个龙腾虎阵，内栏位置仲有回香更好啦。中间就大家赢啊，出边有色福啊。再后多少先见到中环英雄，尾三位置进攻足球，尾二咧就系炮显神驹，包咗落尾咧就系好旺财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海南花嚟咧扣住江城占先啦，外边龙腾虎阵上嚟第二位，中间有金银花啦，出边准备就水啦，再喺外边咧仲有色福噶，内栏位置金碧阳光啊，再见到中间骑紧有大家赢啦，出边咧就中环英雄啊，后啲先有好旺财回乡更好，暂时殿下一对进攻足球同埋呢只就猎豹小子炮呢、這个咧就系炮烟神驹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海南花嚟占先啊，准备就水追佢，再喺外边位置仲有色福噶，中间打冲。风嘅话就系龙腾虎阵，再喺埋边咧，仲有大家赢，出边就好旺财，最后二百米，色风埋边仲有海南花嚟，后啲就系好旺财，接近终点廿六分，准备就水赢啊！第二名色风啊，第三名咧就系呢只海南花嚟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准备就水真系揸住田总嘅赛绩啊，劲啦！不过就要面对转几个弯嘅挑战，但系临门咧啲飞数好似唔惊挑战，二点六倍赢马，色福第二，海南花嚟第三，大家赢同埋好旺财争第四。准备就水，临尾嗰注飞啊，好有信心，出头啦，转嚟谷草，色福都算叻噶啦，第一次跑谷草争程，啊真系叻啊佢，全程走外碟都可以跑到个第二嘅，海南花嚟顶翻第三，好旺财都有机会第四啊。不過要同只大家贏大家贏啊，影下鴨上鴨落啊！林美真係信心十足嗰啲飛，廿六蚊就得翻，交俾賢仔嘅時候，一搭三嘅連贏位都著咗六格個，原來得翻十二倍嘅啫。麥潘頓勝出佢嘅第四百場頭馬啦，恭喜曬！最緊要今晚又起翻個媽啊嘛，趁阿莫雷拉仲停緊賽，係嘛？仲有喎、啊，有啊，仲有啲一檔喺後邊跟住嗰只遊合二啊，都係交由佢發揮。你跟住嗰只奧妙繽紛都會係熱門嚟噶。嗯，兩隻都排到一檔。方家柏，睇下個巡邏影片啦。五檔起步啊，潘頓。早段嘅海南花你啊搶啦。跟住隔離就金碧陽光都頂住佢嘅，入邊就係嗰只回香更好。本來位入都幾好位嘅，咁啊，但係轉完第一個彎去到對面直路咧，咁啊一浸冚一浸咧，就俾人冚咗嚟尾二三嗰浸。佢check一check咁添啊，仲要。因為出咗嚟唔走啦嘛，嗰只金碧陽光等住海南花嚟埋，咁啊褪咗落嚟。第四浸啦已經。佢 check 一 check 之後，後邊嗰啲又跟住佢 check 一 check 喎，幾隻後上落山嗰陣時嗰只金碧陽光又唔知咩事喎，哇！突然間急劇墮退，跟住喺後邊嗰只回香更好又一齊騰。咁啊，嗰只色福都真係犀利啦，原來三隻都唔係話慳噶，仲要咧拍住嗰只見你逼住你騎添，你已經啊，跟住騎落都仲有。咁啊，頭馬依家就喺二碟中間有遮擋嘅。哇！呢度都跟住佢噶啦。你見潘頓同阿杜利雷打真軍咁噶，扭命個碼頭係唔俾你出嚟嘅，想佢見到杜利雷，唉，你頂啦頂啦，佢走翻埋喺埋邊，唉，攞嗰個位啊，費事同你搞啊佢嘛，走埋邊慳啲仲好。而家翻嚟就係贏你咗少少咯，可能杜利雷轉呢個彎又蝕啲咯，即係沿途又蝕啲，轉呢個彎蝕啲翻嚟，但都算叻啊，真係翻嚟輸少少，一百三十三磅，第一次跑谷草爭程。呢對馬都係勁噶啦，其實睇嚟都係頭三名都拋開曬後邊。嗯，
爆味嘅金碧阳光，要睇下咩事啦。福邦原北派彩作实啦，跑第一名三号准备就绪嘅导人派26.5，位置派11蚊；跑第二名一号色福，位置派32.5；跑第三名五号海南花梨嘅位置派41.5；连赢位一搭三派128.5；三红彩三号一号五号派3111蚊；单 T 派838蚊；位置 Q 一搭三派53.5。